首先来关心到选战方面的消息，立法院长王金平29号下晡到嘉义市国民党马英九吴敦义江宜乡的竞选总部，参加嘉义市民意代表替马英九后援会成立大会，并为立委参选人江宜乡加油打气。王金平强调，只有国民党继续执政，才能处理好经济，维持两岸和平发展。伊讲，伫咧世界卫生组织之后，每年台湾有希望加入国际的民航组织。新竹书记好担任着嘉义市民意代表，听马奥运会联合会会长的嘉义市议长林成芬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南下嘉义马五岗竞选总部，参加听马奥运会联合会成立大会，强调只有国民党继续执政，才有法度处理好经济，维持两岸和平发展。因为经济好，所以税收啊，都多今年到增高个位，哦，增高个位已经超出900亿。今年有定在超出1200亿，啊，有这钱呢，咱政府负责就要减落来，啊，无哦，会愈差愈悬，愈差愈悬，吼，即个吼，变经济变好，就是有这钱好处，啊，经济好，人民生活唔才介好，哦，啊，生活好呢，哦，咱水准唔才介要提高，那么哦，这是第一个哦，治理国家的面向，第二呢，就是咱的哦，这民主化，台湾呢？要伫世界，我能咱公认，咱有两大成就，一个就是经济发展，一个就是民主化的成就。这两条啊，彩条咧，台湾才会受到全世界大家肯定。进一步，这些就要拢来。南下江宜徛台，王金平邀台当接立委参选人江宜乡，肯定伊是一个优秀的立委，含市长吴明辉真好的配合。最近这几冬来，会当讲是为江宜市争取真侪重要的建设。即个铁路高计划，铁路咧高计划，开钱开足够条，啊咧江宜市都绝对无钱通去配合的。啊咧，哦，这个江宜员咧，江委员咧，一定，哦。不能，吼、哦，嫩的是足够钱，硬的是断刀啊，吼、哦，安尼断来断去啊，断到有一条这个骨架啊，架位也没出来，哦，政府呢不得不，哦，都爱顺从咱工委员的要求的建议，就那这边来做，吼、哦，啊钱的分担，当然家己是啊，无钱当分担，政府就给你想办法，我想这嘛是硬拉拉出来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真感恩委员吼，啊，多谢这个会当收听，这也感受到王院长是一个有情有义，而且真正会当收听上好的大家长。所以我想要拜托咱大家，咱也想看卖上届用情用义的嘉义人，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来跟王院长来收听，而且他刚刚跟我们讲的，伊不是为个人呢，伊是为着咱国家的未来，跟咱讲。深圳得胜77天，王金平南下嘉义主持嘉义市民意代表听马奥运联合会成立，现场有党籍议员、退休国代和里长，将近100人参加，要来把握最后2个月的时间，希望会当和民主性地嘉义市拼出个2008年总统选举时阵同款的好成绩。最新新闻中，右边王小三嘉。